对啦，从细汉囡仔咧参加叫做政党吼，即摆我讲的是头一摆啦，头一摆讲咱家己自己创造一些东西出来嘛。嗯。哦，啊，即今年即我是更加心切，我以前有在想要写歌，有时我对白我会当写到歌里去。你看迄粒星，看迄粒星，会当唱啊。哦。啊，唱到来，你就规个整个那个。精彩的那我们变成歌剧了哦，歌剧了，歌剧了。哎，讲到开始唱个歌回来舞台剧歌剧。徐国勋的话当然也可以用唱的啊。对啊，哦，这边歌手。我就写给你唱啊，要请那个一位伴奏啊。对啊，对啊。哎，我不是不去吗？哎，我这是说前头说 supernova。对啊，那你可以用唱的。你有话会要讲啊，有话要讲。哦，那讲太多了。反正我觉得是说的好听，非常有趣，非常 challenging， 而且会非常有成就感。嗯嗯，会非常有成就感。你看上一年那个音响没有弄好，很可惜。啊，现在我们不依赖音响嘛。对对。即使要音响，我们自己搞。对。啊，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台湾那个时候，就是从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圣诞节我们就举行。跳舞的嘛，就是 party， 对。那我小时候圣诞节大部分都去拿别人的歌，拿别人的剧本来演戏，哦，那是我们那个殖民时代的，我们只能这样子，我们自己都没有创作嘛，有。那我们去年其实那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出来的，哦，啊，这个我今年我去。去瑞士旅行那一趟给我一个启发，我说这个叫做登大人，长大人就是说你成熟变成一个成人，你做自己拿出来的事情，而不是小学生就是抄别人的嘛。我一直觉得说这种长大人的这个过程是相当好，一定要做。好，来。那你时间剩无偌济，拢是咱今日讲到啥意思咧？来感受着啥物无？哇，足济哦！好，我先来。Super Nova。Hey, I think it's good. Super Nova。不能细探细究啦。Super Nova 已经想到。那现在还有一个节目是叫 Nova， I like to watch。哦，对。像有人听到什么，听不到什么？有吧。到底今天的重点是在讲什么？耶稣的邀请。到我这里来，第一点。第二点 ，weary burden。第三点，你得到安息。嗯、第二点是什么 ？You are the person that you're weary or burden person、yeah.。老虎担重担的人都来找他了。哦、哇，他今天很认真听哦，啊啊、没有打瞌睡啊。只要是有劳苦重担的人，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重担哦，圣诞节要就把它放下来就好了。伊讲诶 ，weary burden 还是 physical burden 还是我再来讲，还是精神上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啦。哎，然后 physical burden 啦，那你也来讲，这苦力，这阿卡，这苦力他才能这人，你耶稣怎么救他？他能改变他的生活吗 ？Can you？这个是好问题啦。我相信大部分人无在条事先回答说 I can， 总是历史上有足侪个代志，就是事后你看讲，哦，原来 you can， 原来 you can 啊！啊，我家己伫台湾咧工作，我一直体会这种代志啦。我讲。我一个机构四百人，我内底引爆20种的专业，20种，我捌算过，无难20，至少20，无同款的 discipline profession。啊，做这边长的人，也是讲总经理的人，这无同的所有的 profession decision， 全部啊拢是你决定，拢是你负责。啊，因若代志做会晓，就是你去啊；，因若做袂晓，问题就他来啊。Can you help them？Can you solve their problem? 你敢会当 remove 因的 burden？
无一个总经理有在聊讲，退来我甲你解决。哦，啊，我体会就是讲，退来 ，come to me， 咱坐落来讲，啊，我陪伊讲。诶，做这可能捌一点无解决呢，大家拢无人知影要怎解决，啊，就 we work together， 啊，一步一步就一个去一个去，啊 ，surprise 的代志就出来就出来，啊，你解决了，想袂到。迄是我体会到的，所以我即马是拢安尼共讲，讲你讲的我，唔啦，我唔知影所有是伫对啊，我连听都听无啦。嗯。我根本就无了解你是咧讲啥物话啦，不过不要紧，咱继续讲。啊，一步一步地讲。我感觉这美国是一个伊款的基督教的这个宗教国家，啊，你看伊的 management， 即阵咧 Microsoft 伊讲的伊讲伊这。伊款嘞 ，10% 的 people get rid of， 迄只伊 10% 的 bottom 10% 一定爱弹性上，伊即款嘞 management business management 啊，对人是真苛刻。你若讲你若即人的世间，一定有 10% 有伫下骹人，啊伊的主要就是讲即 10% 人拢会弹性上，啊咪真沉迷。哦，你是讲遐？嗯。我是感觉这，啊，伊基督教的精神，伊应该是救这人个，啊，你叫，伊这是第一下骹听不信，啊，你叫叫伊谈医生，叫伊落来。我想我一个回应啦，吼，就是美国来讲啦，就是讲，没有，就是创建国的时阵，这人拢是 Christian， 搞这个 spirit， 哦，所以美超，你根本拿不到 in God we trust，OK，、okay， 但是，伊实际上他是政教分离的，等于讲。国家社会真正的运作是按照法律，不是按照基督教的圣经。OK， 所以你知道美国它有它的 spirit in Christian 的 spirit 的 heritage， 但是它的 operation details 并不是真的按照圣经，没有百分之百。OK， 但是呢，它让基督教的精神去自由的去发挥，去看 what can we do， OK， 所以你如果从每一个 detail operation 来检验说它有没有符合圣经什么的东西，我可以甚至可以敢打包票，没有，绝对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本身就是政教分离，它在宪法里面本来就说得很清楚了，政教分离， OK， 但是不代表说 Christian 的这个 spirit 对美国的发展没有影响，有影响。因为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说没有错，你从人的角度来看说，哎，每一个公司把 bottom 10% cut 掉，说这东西这个很残忍，很不合理，很 crude， 哎，可是你要某种程度看啊，一个国家的很多产业发展，如果说到那个产业真的就已经没有那个市场，没有那个需求之后，你不砍掉怎么办？你砍掉这批人不代表他将来没有机会，而是他可能他去找另外新的机会。对，我最记得我国中的时候，我们家邻居都国中毕业就去纺织厂上班，桃园。现在纺织厂桃园哪有？一下子又换成飞利浦电子厂，一波一波。对，这个所以你说相关，比如说像 Russia 好了，当初就他整个共产思想说国家我来 operate 说的这计划经济什么什么，搞真的就是。人在想说这个东西这个产业是有潜力有这个，到最后真的就是没有了，到最后你真的硬要撑到最后什么，整个国家全垮了，整个稍微有点垮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很难讲说从一个角度就来说他这样的 operation 是不是符合圣经的精神呢？我听起来吼，伊个问题内底一个焦点是讲是讲基督的信仰、基督的精神是要摆在哪里，要在什么地方呈现出来？现在有人他那个公司这件事情显然没有，对，哦，啊那个也没有，这个也没有，啊，我若是基督徒，我肯定说要跟随耶稣，到底我要在哪里把耶稣那个精神发出来？是百分之百，每分每秒每件事情吗？包括上厕所，还是其实？做不到，还是有些事情其实不需要考虑耶稣的精神，感谢呢。
刚世间刚好一个代志，讲你是耶稣的门徒，可是在这件事情上，你不需要去考虑耶稣了。嗯，这十二章，我一直昨暗嘛，一直在听我知影你讲这样代志。你怎么解问这个问题？不是，伊提出 example 咧讲这样代志。哦，啊，伊怎讲？你怎样讲？后来伊讲 ，ask a question， 你是咪 every moment 你在 think of God？What's God's will at this moment？ 嗯，对啊。嗯，还得啊，你讲你因为一般很多人呢，这代志唔是讲 every moment， 你讲你一边 make 这件代志 make 的意见嘛，拢是 think of God's will first。我这个东西，我的确啦，很困难的，而且说句老实话。可能从来没有人能够在事先就告诉你非常 confident 说，对，耶稣或上帝就是要我怎么做。Exactly. That moment. Okay. That moment. 我昨天还前天才看到一个留言讲这个东西啦 ，Spencer 讲这个东西，他说林肯在那个南北战争的时候，死最多人，那时候人最多人。盖茨堡战争那个战场完的时候，他的那盖茨堡宣言里面讲，然后里面他其实有一段在讲什么，他说我们两边都是 Christian， 但是我们都在祷告，我们要打败对方，我们是对的。你其实嘛，攻击是对吗？对啊，这个情况在人世间，在 Christian 里面常常发生哦。对啊，对不对？我们甚至在总统大选的时候，你都会发现两边都是 Christian， 但是说希望我是对的，希望我们希望 God bless me。 对，What does that mean？ 所以我在说这个东西，当要用人的角度一直 experience， 我一定要确定说这件事情是不是上帝真的上帝的旨意。人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本身就在打自己嘴巴了。严格讲起来，我觉得是有这非常基本的矛盾。对对，我自己的解读了，自己的解释是这样的。假设有些人讲我是百分之百。按照上帝的旨意，百分之百考虑上帝优先，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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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那就是在碰风嘛，因为理论上不可能，没有人不可能。听他讲理论上不可能，上帝创造咱是叫咱在困，你在困的时候，你就无可能讲你的意志、你的信仰、你的什么，你是直接生理上的反应。所以，那讲这种话，就是咧碰碰碰硬过个。哦，我是用安尼解释。所以事实上，特别是信教哦，宗教改革以后的信仰，就是讲上帝都是定法规在甲咱规定，要求你一定啊，一定啊，袂使袂。耶稣说传的，在牧师讲啊，讲要偷放咱脱离宗教的束缚嘞，迄个重大，有听到无？嗯。伊在讲重大，讲哪种？你在讲哪种重大？伊有讲到宗教的重大，有足侪宗教就是甲你定一寡教规啊，这会使，那袂使，啊，甲你白死啊！连基督教内底嘛有啊，连宗教改革了的基督教嘛有啊。啊，耶稣讲啊，你都唔免遐死死遐讲我，你遐当大人，你若当大人，你就知讲斟酌。你若当大人，你就袂讲安尼死死啊守法守规矩啊。我最近想要写一篇文章讲，我还是不敢自己单独过马路。我最近就是想要写一篇，因为咱细汉都嘛有教讲不可单独过。